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几个小练习。这几个小练习里面呢，也有一定的思维的啊。第一个小练习是闷音加节奏啊，用小鱼际闷音，然后下下上，啊，这是第一个练习。第二个练习是，下面三根弦，三二一二，我们把这个扩大到每一根弦上面，三二一二，然后呢，四三二三，指法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四三二三，然后五四三四，然后六五四五啊，连起来是。也是挺好的，这样一个训练啊。第三呢，就是固定中指在二弦的三平啊，啊，比如说这样一段旋律啊，比如说这样一段旋律哈，你看我没有用二弦的空音，空音就好像有点不和谐啊，所以就可以固定就比较啊稳定啊。好，这样常常练啊，有时候呢就可以，你看就可以有一段的旋律 solo 啊，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办法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